诸位，呃，传统文化的同道啊，大家吉祥啊！阿弥陀佛啊！今天下午啊，很高兴啊啊，跟我们啊不少老师、家长啊有一个交流。好，我们老祖宗有一句话。 见面三分情啊，啊，还是挺重要的啊，啊，因为啊，李炳南老师曾经说过啊，学佛啊，就是学人情世理啊，不懂人情啊，不懂事理。 啊，是佛呆子、书呆子的，啊这样会伤天害理呀！啊，我们看李老用这个词啊，用的很重啊，啊，代表啊，学习这些人情事理呀、啊。 我们才懂得怎么跟人相处，啊，怎么办事情，啊，啊，都要在生活当中啊去体会，啊，尤其呀、啊，这个人情世理里面，就是体恤人心。 啊，比方说说话，出言要顺人心呢、啊，啊，能感受到别人的心情，啊，哪怕是要提醒对方啊，啊，也要先调剂人情，啊，之后才是发明事理，啊，我们看这这句话是《格言别录》里面的教诲，啊，弘一大师为什么还要？ 把格言联璧再挑一些精华出来。啊，我们昨天提到一个重点，啊，佛菩萨、圣贤祖师们呢、啊，他们的智慧是超越时空的。啊，尤其呢，大修行人的时间是有限的。 他为什么在晚年还要特别做这件事？我们体会到了神教古人呢、啊，神教祖师啊，体会到他的用心良苦啊。我们在读这个格言别别录啊，就倍加珍惜啊，如平得宝啊，哎，学一句。 改往修来，啊，就受用一句了，啊，因为毕竟我们整个传统社会都是大家庭，啊，人一生出来啊，就开始在大家庭里锻炼了，没有机会学自私、啊，因为他。 在这个环境，就是要为整个家庭啊，哎，为父母、为整个家庭着想啊。但是现在小家庭啊，假如父母啊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又不懂教育，那麻烦了。六个人围着一个小孩闹。他不自我中心都很难。 啊、哦，比方说我们当妈妈的人，有好东西第一个想到谁？啊，假如想到小孩啊，啊，那高渣郎哦，古人就说“嗯，八岁俗啊”，应该要先想到谁？想到老人、啊，这个就是知所先后。 哎，我们的一个先后，就成就了孩子敬老、爱老的态度。哎，教育就是在这些生活的点滴当中啊，不断的在熏习啊，在影响小孩哦。啊，先后顺序一颠倒啊，我们就给小孩表错法了。 啊，这个对承德来讲，好像回想起来没有什么印象。父母对着自己说：“来来，坐下来，我给你讲一点道理。啊”一次都没有这个印象。哎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形成要尊重老人？不知不觉，身教的潜移默化。 啊，所以只要有好吃的，小孩一定是先拿给爷爷奶奶。啊，每一天晚上吃饭，他先去请老人回来吃饭。啊，这种敬教的影响很大。啊，所以诸位啊，同道啊，你们家现在假如是三代同堂啊，啊，一定要保持下去啊。 这个太重要了，啊！我不要讲到这里呢，你很难过啊。那我现在两代而已啊，啊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啊，现在视讯很方便，啊，都可以透过这个啊表达孝心，关心老人，啊，我们有一个学习的态度啊。 啊，就您为成功找方法，啊，不为失败找借口，啊，不能条件比较不具足，我们就打退堂鼓，这个心态很重要。啊，天下无难事，啊，只怕有心人。而且人一有心。 我们说德不孤，必有灵啊！啊，会跟当前啊有同样怨的人呢、啊、起交感，会跟古人起交感。就像我们大家今天聚会，不是偶然的、啊，我们一个共同的目标。 把文化传承下去，具体来讲，把下一代培养出来。所以，我们聚在一起啊，哎，所以《论语》在哪里？《论语》就在我们当前的生活。啊，德不孤，必有邻。啊，会招赶来很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啊、哦，所以刚刚跟大家讲，弘一大师他编这个《晚晴集》，就是知道我们的整个家庭成长背景、啊、已经很缺乏这种人情事理的啊敏感度，不懂啊。透过这些古人留下来的教诲啊，调剂人情。 啊，比方说，我们要提醒对方啊，你要先肯定他的付出啊，你不能他付出了，你都没有一个肯定，首先就先批评他，那人心一定不舒服的嘛，他会很难受啊！啊，我做那么多，你你都没有看到啊，所以我们要中恕之道啊、哦。 我们做很多，别人没看到不难过，这叫尽力尽忠。可是树道，哎，别人有付出，哪怕一点点，我们他能看到啊，这法不能用错、哦。哎、啊、哦，比方说，啊，陈德有提到。 啊，陈德的父亲有五个兄弟姐妹啊，哦，那老人的事啊，父亲都是一肩扛起来，哦，那我们听了这个公案啊，这中书之道来领会了 <laughs> 啊，中，哎，我也要像这样，树 <laughs> 呢，哦，呃，宽以待人，啊，哎，别人没有这样没关系啊，他已经挺难得的了。 哎哎，这个就是我们在领那一个教理呀，啊，或者是一个事例啊，哎，我们都是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啊，这样跟人相处啊，人家不会有压力，啊，会让人如沐春风，好，好，所以我们每一天其实。 我们先把烦恼放下，担忧放下，啊！你会在每一天的因缘当中有很多感悟，很多启发。哦，像今天下午这样座谈哦，啊，我我这个正能量啊，补充很多啊。哦，像我们首先。 啊，我们严教授贤抗力啊，他们在不同因缘都有愿力啊，哎，他希望接引这些大学生深入传统文化、伦理道德、因果啊。啊，就让我想起我大学，假如遇到这样的教授，不知道有多好了。啊，但是人生不要遗憾啊，要化悲愤为力量。 哦，所以承德当时候有机会去大学分享啊，我、哦、倍加珍惜。而且我们这一颗心是能感，境界是所感。啊，感得大学生在听课啊，都很专注。啊、哦，本来要上课以前，他们这些负责的老师都说，你不要讲太久了、啊。啊、哦，现在的大学生哦，差不多半个小时哦。 就很难专注了。可是我们都讲一两个小时，他们都目不转睛。他们在那个年龄，其实都已经面对很多人生的思考了，很多人生的问题挑战。但他没有机会遇到老祖宗的教诲，不然他可以啊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。 啊，站在五千年的智慧来经营他的人生哦，啊，所以，哎，这个严教授他们在大学来帮助有缘的孩子啊，我们一条龙从幼儿园从小来护持孩子啊，尤其。 啊，现在孟母啊不少，哦，都特别难得，啊，我们都是为了把下一代培养成才，啊，江山代有贤人出啊，啊，能再出个三五个范仲淹，社会就变了，虚空非大，兴亡为大。 啊，金刚非坚，愿力最坚哦！啊，我们要有这样的愿，就会感得很殊胜的缘。哦，但愿不能退，啊，要越挫越勇，啊，纵使生死诸苦中，啊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 啊！而且真正经历这些挑战呢，走过来之后，回头看看，真的感谢这些境缘呢，才有自己一点一点的成长啊！啊！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，修行啊，都是要经过一番寒彻骨。啊！我们不能把修行看得太简单了。 啊，哪有说轻轻松松就成为圣贤，就成佛？啊，不可能！啊，因为毕竟我们都有无始劫的业力在呀。啊，借笔魔脑，坚我愿力啊，只要降猛，不怕贼强。啊，不管是外在的。 诱惑还是内在的烦恼，我们只要有怨啊，只要降猛啊，不怕烦恼贼强啊。修学的路上啊，还是要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啊，真的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啊，要想到一句话：啊，山穷水复疑无路。 啊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啊，我们小时候都学过爱迪生的故事哈。哎，那些故事其实都很有意义哦。啊，他九十九次失败啊，失败为成功之母。啊，不能轻易放弃，说不定下一次就成功了。 啊，尤其师长啊，提名我们啊，啊，咬紧牙关，此生正无量寿。我们想一想啊，咬紧牙关要咬多久？啊，我们就算咬一辈子了啊，几十年了，很短，换什么？ 无量光寿，很值得吧？况且呀、啊，不用咬一辈子啊。真正咬了，真正依教奉行呢、啊，可能三五年了、啊，慢慢烦恼就轻了，智慧就长了。 啊，所以看到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，啊，我们也是啊，无量的欢喜啊，就像陈德啊，一看到小孩在那里读经啊，朗朗读书声，啊，自己就会特别欣慰啊，啊，因为自己没有这样的缘呢、啊。 哎，我们能促成了、啊、后面的孩子比我们的言更殊胜，那我们当长辈啊，也比较问心无愧啊，我们也尽到力了。啊，岂能尽如人意啊？但求无愧我心呢、啊。哦，那家长，我们可以感觉到。啊。 天下父母心呐、啊，他一心啊为孩子好啊，但我们要注意啊、哦，当我们要为别人好的时候啊，首先我们的心要安定哦，不能急，不能有情绪，不然会啊适得其反。 心要先定，我们说随缘妙用。哎，现在遇到事了，哎，你一紧张啊，情绪就上来了，可能就骂人了。好，我们昨天还提到、啊、要教孩子不能发脾气，啊，有脾气先稳定下来。啊，大学说定静安律得，哎，定。 知止而后有定。哎呀，我这一生哈、哦，是止于极乐世界啊！所以我现在用的每个心、一言一行都是积功累德，不能跟我的这个目标背道而驰了啊！而且我还要多带一些人去，我要表好法。哎哎，我的目标定了。 我们不去呀、啊，贪求世间这些五欲六尘了、啊，啊，定而后能静，心静下来了，啊，静而后能安，安才能虑思虑，正思维，哎，你心一正思维了、啊，就会想出很好的对应方法。 啊，我们其实，在每一个境界都是要把本来的惯性呢、啊，要调整过来。啊，哎，本来惯性太急了，啊，要劝人，啪一下子就先指指正他的问题，啊，就像刚刚说的，你要先调剂人情，不然他很难过，他他就不能理解你是为他好了。好，哎，你先，哎呀，很感谢。 啊，你太难得了，哎，他一受到肯定了，他很欢喜，哎，你在提醒他什么？他觉得你为他好，这就是人情事理了。哦，所以格言别录啊，哎，大家有机会可以多翻。好、哦，那。 我们护持孩子，毕竟孩子他自己是他人生的主啊。传统文化常说“主伴圆融”啊，每一个人的生命他是主，哪怕是最亲的父母、家人、老师，都是他的缘啊。万法因缘生，都是他的缘。 哦，这个我们主办呢、啊，要了解清楚。啊，我们在护持孩子的时候啊，才不会分寸拿捏不当。哦，很多孩子为什么在青少年的时候很叛逆？那是一个果相哎，因在哪？哦，佛法讲。 印光祖师讲的“从世上不离因果”两个字，从理上不离心性。啊，曾经因为现在大家都说都有叛逆期，啊，陈德还特别去请教妈妈，啊，我当时候那个初中年龄有没有叛逆期？啊，因为我很认真问，我。 这个老母亲也很认真想，啊，最后说没有，哦，不是说叛逆期是必然的、哦、啊，一个人假如对父母都是很仰慕、很崇敬，他会不会叛逆？ 他跟这个行为就不相应了啊，很可能是我们有一些行为啊，积累已经让孩子有对我们不认可的地方，而且我们又控制的那种习性又重，他就不舒服了。哦，当然了，他也有受一些外在这种环境啊、同才啊这些影响，是很难避免。 那我们不能着急，而且要有信心。我们对孩子的每一个用心、真心都不会白费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自己给自己泄气呀、啊，“哎呀，这到底有没有用啊？花那么多时间，可以有效果吗？”烦恼都跟呢怀疑有关。 信心不足了，啊！传统文化有一句话叫“功不唐捐”，怕的是我们着急了，怕的是我们有执着，好，我一定要把他送到英国汉学院，啊，不是一条路而已了，哈。 哦，我们今天啊，好有这个家长过来，哦，我们那一位家长啊，阿吉菩萨啊，他给我们表法，人家理发师理发店就是道场。 哦，所以不是一条路啊！只要我们现在已经尽力护持我们的孩子学传统文化了，他以后会开花结果啊、哦！不去英国汉学院呢，也是行行出状元。行菩萨道,道，不然哦，要变执着嘞。哦，然后你一执着了，你就会控制、要求、着急。 就麻烦了，哦，你就随缘妙不起来了，你的随缘烦恼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安住当下很重要，啊，孩子，哎，读了六年。 就是六年的缘啊，读了九年九年的缘，读了十二年十二年的缘啊，能够一直走到变成弘法人才，那也是一种缘啊。每个人孩子的缘不一定完全一样，可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做好他的真上缘啊。所以我们的境界要不断向上提升。 不然有时候孩子问我们问题，我们答不上来了；学生问我们问题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应对了。哦，那孩子问我们问题，我们答不上来，我们当下什么感受啊？哎，我们可以很正向啊！哎，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。 哇，你这个年龄能问出这样的问题，妈妈也挺佩服你 <laughs> 哦，哎，这个问题啊，我去请教啊，施工啊，啊，请教老法师啊，你把 Google 老师请出来，把关键字打一打，很好啊，跟孩子一起成长啊。心态好的人啊，没有一件事是坏事。 它可以随缘妙用，啊，妙在自己的情绪先不受影响，哎，妙在自己呀，很谦退，牵挂六爻皆吉，啊，我们在谦虚的当下，也是在给孩子做表法，啊、哦，这个问题妈妈不知道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我不可以乱给你答。 你看，你都在展现一个非常正确的态度给小孩啊！哦，所以我们上一次提的菩萨是德啊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啊。我们唯仪住持有则德，常常给孩子做榜样身教。 柔和、直直设身的言教，遇到事情循循善诱。哦，有家长也是说到了，哎，孩子从小啊，给他讲德育故事，啊，尽力的让他熏习传统文化，啊，现在念初中啊，高中了，啊，甚至于是教科书里面。 有错误的知见，这是很难避免的。但是不一定是坏事。我们也很难让孩子在真空的环境成长。我们尽力护持他啊，来遇到一些邪的、偏的，我们也是随缘妙用。但问题是自己的道力要够。 啊，你一看就知道它偏在哪。啊，这是我们的共业，我们还是要面对它。哦，你看大学教科书里面说，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，教科书里的，而且还几十年了。后来，大自然被破坏的。 千疮百孔，又提出来了。企业家有社会责任，所以连教科书啊都不一定能保证是正知正见。但是呢，以经典为标准，就不会被误导了。君子喻于义呀、啊，小人喻于利。 你怎么可以说企业唯一目的赚取利润呢？那你不是把企业界都往小人的路上推吗？应该是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啊！啊，我们讲到这里就想到老法师说的哦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啊？啊，老法师说，我们这一生做中国人，做炎黄子孙。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，你们有听过吗？就这个世界，所有的问题呀、啊，出在一句话：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那我们想一想，现在全世界哪一个文明没有断？ 只剩一个哦，五千年没有断了啊！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呢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了啊！这是我们共同的使命了。你看这个世界，天灾那么多，环境破坏成这样，现在人祸战争那么多，得要靠东方的文明。 儒释道的教诲啊，把世界引领出一条活路出来了哦，而且这个要几代人哦、啊，锲而不舍啊来做。那我们不能避免啊，但是因为我们。 平常都给孩子做榜样，他对我们有信任。哎，遇到教科书里偏的地方，啊，甚至于是老师规定哪一本书给他们做教材，哎，里面错误之见很多，你就顺着缘，啊，他偏的地方你判断的出来，然后引导孩子。 哪怕孩子不能完全接受，你也别着急，啊，因为你都还在身教言教影响他，啊，等突然又发生哪一件事可以印证你讲的这个道理，你再顺着那个缘给他讲就好了。哎，人只要心定下来啊，真的，佛菩萨祖先呢。 都会在适当的时机加持我们，哎，去讲那个话，去做那件事。我们真的不是一个人啊，那看不到的力量好多啊！啊，我自己，啊，曾经哇，很累，啊，比较没有士气。哎，很巧，啊，刚好到香港去了。 啊，那师长老人家写了一个墨宝，啊，就塞给我，我一打开了，眼泪就下来了。哎，怎么老人家写的跟我现在遇到的事这么相应？啊，身边良师益友都在关心着我们，啊，都会在适当的时候支持我们。 啊，所以大家要相信一个真相：佛菩萨同体大悲，大家相信吗？哎，老和尚说，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是最爱他的子孙的。啊，陈德敢保证呢、啊，我们一心一味文化，不止啊。 承德俗家蔡氏的祖先会保佑我，中华民族的万姓先祖都会保佑我，我有这个信心。但是很关键哦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不能有烦恼，因为一有烦恼啊，他要加持我们，加持不上。 大家有没有经验啊？自己很烦的时候，谁讲话都不想听，帮不上我们了。呵呵哦，这这个心是根本，心是能感召啊。很烦哦，会感召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。啊，你心很定下来了，很有信心，感召诸佛菩萨、古圣先贤加持。 有佛法就有办法啊！俗话说的“兵来将挡”，啊，“水来土掩”，那、啊、也有啊。 同修啊，有问到啊，自己啊孝顺父母的情况啊。我们既然要学传统文化了，我们就要来真的，要学到真学问、真本事啊，不能学成口头禅而已了。学了就真的能用出来，真能解决问题啊。 啊，不能只是吟诗作对而已哈、哦！啊，所以，我们从古人留下来的话，去感受什么叫真学问。啊，我们复习一下《青年十二守则》啊，这十二守则都讲根本哎。 很宝贵的教诲，可是呢，被拿拿来用考试用，啊，让我们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。现在要把这个感觉拿掉，不然会耽搁我们这跟老祖宗书圣的缘哦。啊，我也曾经有这个障碍了，被被师长给我加持啊，破掉了这个障碍了。 啊，哦、我,我们老祖先留下来最宝贵的智慧啊，我们居然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！哦，一听很很惭愧。学问为济世之本，哎，这个才是真学问哦。可以祭祀啊，可不可以齐家？ 铁定可以呀、啊！哎，那我们现在想一想，我现在学传统化有没有解决家里的事？哎，这个就是师傅领进门了，修行靠个人了。哦，哎，孟子说了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 所以，真正的学问在哪？可以把我们迷失的真心找回来，这真学问就是明明德啊！这真学问呢、啊，我们能明明德，就能拿着我们的明明德去利益他人，清明。哎，明明德是自爱啊！我懂得怎么自爱了，哎，我知道怎么去爱人。 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守好我们这颗真心，那医报随着正报转，所以我心用错了，就给亲戚朋友和接触的人不好的影响了。哦，所以真正的学问是能善护自己的心，保持自己的正念。 这真功夫了。我们昨天讲，克己复礼，克念作圣，这是真学问了。哦，我们看五祖弘忍大师传法啊，那神秀大师已经到什么程度了？所有的大乘经他都能讲，十二部经论他都能讲，而且他是首座和尚，专门讲经的哦。 可是衣钵不是传给他呢？哦，因为五祖说：“来，啊，大家写一个修学心得给我看。”啊，神秀有点紧张了，他的心就没有护住了。那六祖大师在家人，又不识字，可是他得衣钵。 因为他把真心找回来了，哦，所以孟子这句话提醒我们：真正的学问一定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。哦，所以古人又说：“容得性情上偏失，便是一大学问。” 啊，消得家庭内的嫌隙啊，家庭家族啊，本来有一些隔阂、冲突，因为你的德行化解了哎，这个是一大经纶，就是真正的学问了。哦，所以我们是要学这个真的，不能学虚的东西。哦，可以写很多文章。 但是自己扶不住自己的烦恼，哦，哦，那我们就检查，哎，容德性情上偏私，哎，那我从修学传统化，我要改掉哪些习性、坏习惯啊？所以儒家两纲八目，第一个就是格物。 格除物欲，就调伏我们的习气啊。物欲少了，烦恼一轻啊，哎，智慧就长，自知了啊，心就沉了，意就正了啊，都得从啊格物改习气啊下手。好，那我们有真心了。 正己就能化人，就能处理家里的事啊！哪怕是在处理家里的事，我们要记住啊，要先守好这颗心，才能把事处理好。哦，刚刚啊，有一位家长啊，他也提到孩子的教育问题啊，陈德也是免，跟他共勉，先把心安定下来。 哎，哦，那这位同学问到了啊，在孝顺父母啊，有些疑惑、啊、根据《弟子规》，父母叫我们做的事情啊，要去做啊。但是当父母和啊父亲和母亲意见不同啊，希望我做的事情不一样时， 要如何应对比较好呢？啊，因为父亲是习惯性自己规划好事情后直接说要怎么做，不习惯讨论。啊，当母亲发现父亲规划的事情和自己想要的不同时，就会有些情绪，提出另一个想法出来。 啊，两个人的情绪就会有些浮躁，啊，所以想询问这时要如何应对会比较如法，啊，很惭愧，弟子蛮常会被影响，而情绪也跟着起来，啊，口气啊就变差了啊，啊，如果自己就叫父母沟通完后，再告诉我要。 做什么就好了啊？那请问这样是否如法啊？这个都是很实际的问题，可能每天都有会出现这种情况啊。那就我们刚刚谈到的内容，第一个，我们的心要先定啊，要随缘妙用啊。 那父母有意见不合，就是个缘呢、啊。你的心不被转，他们就被你转。只有这两个情况啊、哦，不是你被他们转，就是他们被你转。这就是佛法哦。啊，《楞严经》说的：“若能转物，则同如来。” 啊，所以学佛就是练个心不被境转。好，所以，我们首先不起情绪。啊，那再来啊，提到了父母意见不合，希望我做的事情不一样啊，首先。 我们也不是说要依父父亲或者依母亲，我们还是要依经教。我们自己也要有定见呐，啊，用经教来思维，可能这样做会比较好。好，但也有可能遇到他很坚持，也是有可能的。 啊，父亲很坚持，啊，他情绪很激动，啊，假如这一件事情不会造成你们家里的重大问题，那这个有时候要横顺顺，因为他他这么坚持的，你再跟他顶，可能对事也没帮助，啊，你先顺势。 啊，所以老法师说，恒顺众生呢。那因为他是处于一种情绪比较高或者很固执的状态，但是呢，那也是一时的，啊，而他这么做了，后面会有结果出现。 那他冷静下来了，有时候他自己就发觉问题了。可是当你是横顺，你是顺着他，他会不好意思。就是我们要很相信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哦，那当啊父母很坚持，最后情况不好啊，你可不能批评啊！<laughs> 你看，你看，你就是不听我一 <laughs> 讲哦。 这老辈家国民族啊，<laughs> 哦，这个毕竟啊，父母就是父母啊，这个是一生的姻缘啊，对上啊，我们还是要很恭敬啊、哦，啊、哦，当然留面子不只是要给父母留面子的，应该成年人哦，我们都还是要给人家留面子的，好、哦，那传统文化呢，一定有一个必修科目。 就是要懂得跟人沟通，不能说啊外个性哦，但、就是菩萨也要跟人讲啊。哦，不能给自己太多理由，<laughs> 我们要形成一个态度，只要能够利益众生，让我学什么，啊、哦，我都愿意去学。 啊、哦，昨天还提到“为母则强”嘛，啊，真的能利益孩子的。哎，我本来不会的，我用心去把它学会。哦。所以要懂得沟通的话呢，那才能够做和事佬。家里的人那么清静啊，哪有没有？ 磕磕碰碰啊，摩擦一下，不可能的啊！但是我们能够一来，哎，让自己的父母觉得我的孩子越来越懂事了啊！你不能让父母还是觉得你很情绪化，这个法就没有表出来啊！就像陈德自己还没有学佛以前。 啊！爸爸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人啊、哦，五分钟热度了。”啊！其实我不是五分钟热度，有时候父亲也不一定看得清楚自己，因为我们在摸索人生，觉得哎，这不是我要的，哎，不是我要的，这个是从向上看呢。啊！你怎么挖套路、挖害贼，换来换去的？ 哎，那后来最重要的是遇到师父上人了，<laughs> 哦，然后开始学习了。哎，有一天啊，父亲走进来，啊，在旁边看了看，哇，你这两年读的书啊，比你这二十几年还多呢，啊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啊要。 不要说对呀，对呀、啊，哈、啊，不能这样硬哦。啊、哦，这个要谦虚一点，好、哦，博了，博了，我、哦、要谦虚一点。然后就会发现呢，哎，父亲慢慢找你商量事了。哎，再过个几年，这个事就交给你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的行为。 在父母的心中，他是有一把秤的。你不能说，哎呀，父母怎么都不听我讲啊？哎呀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啊，我们有没有做到让父母信任、放心？啊，甚至于能做到认可、佩服？ 哦，那这样，啊，你有这个威仪助持有哲德的一个身教，你再去劝父母，力道还是会不一样的。哦，那劝的一些原则，啊，首先也是先体恤他的，啊，你不要呢，妈妈有点情绪的跟你讲了，你一下道理啪就给妈妈压下去，他也很不舒服。 说，哎呀，妈，你真不容易啊！讲讲讲讲，哎呀，那他觉得，哎呀，就这个孩子理解我啊！<laughs> 哦，哎，等到他平静了，哎，再从其他的角度，哦，哎，其实爸也是好心啊，只是他表达是这样。啊、哦，哎，帮爸爸说说话，啊 <laughs>、哦，哎，去爸爸那边了，啊，先理解爸爸，哎，再帮妈妈说说话。 啊、哦，然后呢？哎，这一件事，啊，是不是这这样做可能更好？可能就不会搞得我们家里不愉快。没有任何人希望家里不愉快的啦。哦，所以，我们修学的人呢，要体会随缘妙用，这样就能呢，事事是好事。但是，我们要很有耐性哦，柔和直直。 啊，去互念每一个家人，甚至透过一件事互念所有相关的人。哎，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啊，这个机缘就不见了、哦。现在人都很忙碌啊，啊，过过个一个月，你说哎，上个月怎样？他好像就没什么感觉了，想不起来了。哎，抓住那个机会点。 所以这个叫普代众生受苦的，掌握机会，哪怕自己累一点，啊，都珍惜这个缘，去护念每一个人。但是不要让人家觉得啰嗦了啊，那个分寸也要拿捏好。哎，好，这个问题啊，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啊。不过也要致歉一下啊，因为这个问题欠了快一个月了啊。 <laughs> 抱歉。啊，那我们上一段呢，这一段呢，陈德是觉得是特别重要啊。师长把他怎么跟李老学经教的心法讲出来了啊。昨天也跟大家提到，不是说讲经的人要这么学。 啊，我们要把老人家教诲学通，都要这么学。啊，我们说那我又没有跟在身边呢，啊，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祖先呢、啊，他们都给我们表演的很周到啊。人家孟子也是学成啦、啊，孔子不在啦，那师长还注释呢，哦、啊，而且他。 他教学都把他怎么做人做事都讲得很仔细呀、啊，就怕我们不肯学而已啊。哦，有一一部光碟啊，还是《太上感应篇》，哦，师长讲了，可能有一百多个小时哦。啊、哦，感觉。 啊，因为那一套光碟啊，是早餐之后啊，半个小时，每天半个小时，啊，感觉有一种啊，手把手在带身边这些长随弟子，啊，我们用诚心来看这一套光碟、啊，就好像他老人家亲自来带我们一样，就可以从一套光碟掌握住他老人家。 他教学的思想理念哎，他的传统文化怎么用的啊？哎、哦，他的这个方法，哎，在长期熏习当中领会到了，这样我们就会活学活用。哦，所以不能说哎，这一段跟我没关系啊、哦。 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段，自成感通。这个自成感通啊，绝不是学教的人自成感通，啊，一个人只要有愿力，只要有责任。 哎，我要把我的孩子教成社会的栋梁，就感通了，跟祖先呢、圣贤就感通了。啊，学习经教啊，确实不容易。啊，李老师在当年告诉我、啊，讲经教学利益众生，基本的条件要通世出世间法。 啊，通出世间法一部《大藏经》，我们这一生能不能通达？啊，你要不通就不去理。啊，通世间法单单一部《四库全书》啊，你能通得了吗？通不了，你就没有资格。 那又非讲不可啊！不能讲，又非讲不可啊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两难的情况啊？真的把传统文化用上啊，两难都能解决啊！静下心来思维，会会思维通。 啊，因为传统文化教我们的是世事无碍，障碍只有在外面，啊啊不，障碍没有在外面，世事无碍嘛，障碍在我们的念头，我们有分别执着，它才有障碍。啊，那这个又要感谢释迦牟尼佛了，你看他的表演。 他遇到歌利王暴君有没有障碍？没有障碍。他快速提升了，他不只成就了他的忍辱波罗蜜，他给后世所有的弟子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我们这些弟子们遇到境界，一想到释迦牟尼佛忍辱仙人，哎呀，我们这一点是芝麻蒜皮。 算什么、哦？所以诸位啊，父母、老师啊，你们现在遇到很大的挑战了、啊，会给孩子啊一个很好的榜样哦。啊、哦，所以我们这个心态来面对事就很乐观了。 啊，我也常常跟啊同学们劝勉啊，你遇到的境界越难了，你要想老天爷瞧得起我啊，我这个有出处的哦，不是我自己讲的哦，孟子说：“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嘛。”那遇到的挑战越大，不是老天爷瞧得起我。 啊，转个念呢、啊，对自己幽默幽默也挺好的。好、哦，那真的大家有遇到两难，还思维不出来，都可以提出来探讨。而、啊、而这也是啊，我们修学必遇到的境界。 哎，你慢慢会觉得两难的事情，越能够处理了。啊，都是要历练的、哦，历事练心。啊，有佛法就有办法。啊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哎，还是有办法。 老师教我这四个字：自诚感通。啊，用真诚心求感应，不是讲经的人是这样哦。啊，你现在不管在你的家庭里面或者工作上，真的遇到很大的挑战，都可以自诚感通。 啊，基本的条件哦，我看老老人家讲的多具体啊、哦，很到位啊。基本的条件，我们是一个慈悲心啊、哦，我们不是自私自利啊、哦，我们也不是为了任何名闻利养，我们的出发点，我真的很想利益他人啊、哦，有这个慈悲心，真诚爱一切众生。 这是基础啊！中国古谚语说：“啊，量大福大。”哎，慈悲心那心量就大了啊！你要有大智慧、大福德，完全看你的心量啊！要用真诚心求感应啊！求我佛菩萨。 啊，真诚到极处就通了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啊，我们能够长期医治师长的教诲，啊，你心一静下来，你又是想利益他人，哎。 你就很容易把他老人家的教诲提起来了。啊，这个经教都是智慧啊，理智，就以理则情了、啊，我们那个情事烦恼就不见了。啊，好像昨天有讲到三根本啊，加持的根本是上师。啊，我们净土宗啊，密教显说。 啊，所以我们对师长越恭敬，他随时都在加持我们。哎，你遇到事，他老人家的教诲就提起来了。哦，所以熏习哦，一天都不能断哦。啊 <laughs>，古人的功夫是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哦，撑三天哦就不行了。 啊，我们现在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哈。好，我们啊，刚刚有一位家长啊，说到他先生说：“我不能一天不听哦。”我他先生很有自知之明。哎，自知者明哦，这老子说的“知人者智”哦。 啊、哦，我们要很清楚自己呀、啊，我们才好护念好自己哦。哦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哦。啊、哦，下来师徒如父子。啊、哦，师长提到啊，在台中住了一年三个月。啊、哦，出家的因缘成熟了。 啊，去台北圆山宁济寺剃度，啊，离开台中，啊，知道老师心里啊很难过，啊，他送我到火车站，啊，我看到他流眼泪，啊，师长啊在讲这一段呢、啊，我们刚好在现场，啊，黄警官。 啊，特别用心哈，在李炳南老师三十周年纪念、原籍三十周年啊，在台北办的啊一个论坛啊，邀请了李老的学生来谈老师的教诲，来缅怀李老。李老可是传承儒释道的大功臣啊！ 啊、哦，那师长也应邀，啊，真的谈到这里啊，我们也感受到老人家哽咽了。哦，那那种师徒如父子啊、哦，所以师长为什么说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啊？他他那种对老师的感恩心呢、啊？ 不敢忘啊！他老人家也说，他今天有这样的成就啊，就是不离啊孝亲尊师。其实这一句是妙法，人只要想到父母，想到老师，为父母为老师考虑了啊，不愿意父母老师失望伤心，人就不会意气用事了。 人一提起来了，就是正念了，因为跟孝相应，跟尊师相应了。啊，看到老人家流眼泪啊，啊啊，非常感动啊，所以就下定决心啊，出家之后我再回来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听师长讲经，自己听到痛哭流涕呀，啊，或者拍案叫绝呀，哇，怎么可以把道理讲得这么透啊，这么圆融啊，啊，或者哎呀，救了我啊，这种感动一起来，我们有没有在当下下定决心，这么好的老师的法？ 其他人落不落实不重要，我下决心，我一定要把他老人家叫回落实，不能让他老人家的心血白费。其实每一段都有我们的学处啊，啊，承德积德，啊，初学佛。 啊，这算二十五年前了。听到师长说，我一个学生呢都没有。啊，陈德现在想想啊，假如啊，陈德是在师长的面前，他老人家说我一个学生都没有啊，哇，我觉得我应该挖一个洞啊，啊，甚至也要在那里磕头啊，忏悔。 哇、哦！怎么可以让这个毁人不倦的师长说他一个学生都没有？啊、哦，那我这个弟子是无地自容啊。老人家是全心全意呀、啊，教导我们弟子了，不止讲的很圆满，都给我们表演出来了。 真的能珍惜跟师长的缘，这一生决定成就啊！我们遇到师长啊，就是这一生得度成佛的机缘到了，就看我们珍不珍惜了。哦，那老人家体会到老师的心了，所以他。 下定决心会再回来，而且他说：“我要根满十年。”啊，古时候啊，真的是师徒如父子啊，老师真负责任。这是师长他对老师的信任。 他知道他的老师真负责任。那对于我们教书的人，看到这一句话，那我们要问问自己：我们是不是对学生真负责任？他愿意学八分，我们教他六分呢，对不起他了。 啊，他当老师也不能攀援，啊，才两分远，我们不能攀到八分，把学生给吓跑了，啊，哎，这些都是学处哦，啊，为什么李炳南老师哎对有一些学生客客气气的，哎，对想肯学的有打有骂，但是大家不要用猫一猫一个念头。 哎，那也没有打师长啊！啊，每一个学生的表法不一样哦。师长的表法，就跟老师是知知音呢、啊，知己呀、啊，心心相印，就跟那个颜回遇到孔子一样。哦，孔子说：“哎呀，无与回言终日、啊，不为如与啊。” 哦，我怎么讲，他都对对对，是是是，没有一对，没有一句反对的。到底有没有听懂？哎，继续观察他，给他讲的通通理解。啊、哦，还可以去跟其他的同学引导。啊、哦，是老师最好的助教了。 好，那我们要会观察善知识，不然观察错了，反而不信任善知识。哎，怎么态度不一样啊？其实那个客客气气当中啊，也是慈悲哦。大家可不要理会成应付应付，善知识不应付人的，因为他不是真想学。 你一下子太严格了，他就跑掉了。你对他客客气气的，他还愿意来。慢慢把那个因缘加厚，还是慈悲。佛陀讲经、注释是慈悲，佛陀灭度也是慈悲。我们不能用感情啊，用感情会看不清楚三至四的。 你比方说，啊，今天师长应供，啊，哎，煮了十盘菜，不同人煮的，你可不能一直赶快多加我的一点，多加我的一点，啊，那师长没有多加你，你就很难过了，感情作用了，你就看不到师长每个都加一点了，<laughs> 他在给我们表演什么平等爱护啊。 满众生愿啊！一有感情啊，你呃不止看不懂、啊，还误会，还产生情绪。但是要看懂老师、啊，还要先看懂父母啊。一个人假如觉得我妈妈就是很偏心哈、哦，那他要恭敬老师哦，然后不怀疑老师不偏心也挺难的。 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哦，所以观察善知识啊很重要啊。我们看静修节要三十二拜，一心观礼都有这个“观”字啊。西方极乐世界一正的庄严，我们都要会观察，哎，观察。 本师阿弥陀佛，啊！观察，哎，观世音菩萨，大势至菩萨，啊！你看下莲居老居士很用心哦，都把这些最重要的经文汇集起来了，啊！所以老师啊，真负责任，啊！李老师。 跟我讲了一句非常感叹的话啊！他说：“哪一个老师啊，不希望自己有传人呢？”这是一个当老师的人的心呐。好，那我们读到这一句。 啊，那师长教化一生六十多年，多希望有传人呐！啊，那我们普贤学院请佛助世啊，要先请自己啊。你说我现在有年纪了，可能来不及啊。 那也要尽力去做啊！有可能这个诚星就突破了障碍了啊！哪怕我们自己不能成为儒释道的传人，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啊，可以让自己的孙子啊，我可以护持他们啊，总要啊。 尽自己一份，对师长的孝心。当孝否佛、啊，常念师恩啊。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啊。无量寿经啊，不只是拿来读的，是拿来落实的。啊，所以积德，刚学佛。 师长说呢，要把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变成人生的剧本。啊，陈德觉得这一句话特别受用啊，啊，因为先入为主，啊，一遇到师长很激动啊，很感恩呢、啊，啊，每一句话很愿意学，哎，先入为主就放心上了。 哦，无量寿经是生活，是剧本呢。那我们这个观念一建立起来了，学每一句，哎，怎么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了？啊，就不会把经典跟生活、工作打成两截了。所以修行首先要建立正知见。师长这些教导就是建立我们的正知正见。 他就指导我们修行了，啊，我们熏习要到什么程度呢？遇到事情，首先师长的教诲一定先起来，熏到这个程度，啊，熏文成种啊，啊，熏到它最容易起来。 强者先签嘛，你每天听听听，他很容易就冒起来了。啊、哦，所以没有一个学生老师啊，不希望自己有传人，因为老师有责任啊，他要对得起孔子啊、释迦牟尼佛啊，对得起祖师，对得起他自己的老师啊。 啊，那传人没有别的，就是完全听话，啊，百分之百听话，错了也要听，啊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真找不到啊，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 啊，所以这个师徒之缘可遇不可求啊，这是人一生的大福报。我们知恩报恩呢、啊，老师能把真的东西传给你，啊，能把他的经验。 告诉你，啊，绝对是任何机会都是掏心掏肺啊，和盘托出教我们啊，因为好老师啊，特别珍惜因缘缘聚了不掌握住，他就散了。哦，那当我们听到。 百分之百听话，错了也要听，啊，从义理上啊，那个错了也要听，就是不能怀疑老师。好、啊，再来，有可能是自己觉得不对，但是不一定能理解老师的高度。 啊，这又是一个情况。啊，我们密宗有一位祖师叫，哎、呃，密热日巴尊者。啊，他一指一个上师啊，那个上师让他盖房子，那搬石头啊。 好重，好重啊！搬的全身都长疮了。哎，盖好了，把它拆了，哎，又重盖。啊，一般人看折磨他，结果连他老师的太太师母、啊、看不下去了，暗中帮助他，让他少受一点苦。结果就妇人之仁了。 啊，因为上师他他的境界高，密勒日巴尊者之前造的业太重，他曾经学巫术啊，杀人啊，报仇啊，哎，那个业多重，用这个方法把他的业消了。哎，可能觉得哎呀，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呢？那，但是那个条件，大家要注意这个事例。 好，老师是什么成就的人哦。好，不然我们假如从这个事项表面上去学，好，我好好折磨学生吧。<laughs> 一折磨，你就跟他结怨了、啊。你你还我们自己还没有成就。 啊，君子君子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我们今天要叫他改脾气，我们自己要先改掉。哦，所以这个法不能乱学的，自己要是那个程度，才能是这样的对待哦。啊，所以法没有定法哦，最重要是我们要去体会那个那个因缘、那个境界或者那个心境。 好，我们看医道，大家记不记得？他那个老师说的，有一个人不是要眼睛要复明吗？他老师就问他该怎么，哎，他就问老师该怎么治啊？他老师说用灸哦，然后他就挣扎了。 这个怎么可能用灸呢？要用针呢、啊？挣扎老半天了，啊，后来要要治疗了，他要用针，啊，旁边还的也是他老师的学生嘛，旁边你怎么可以违背老师的指令呢？哎，他的老师也是在考他。 他的老师就是要让他不要始终还是在依赖老师，所以这个老师有时候一放手也也是教导。哦，而且他还有一个更深的用意呢。这样大家传出去什么？哇，许俊对，刘义太错。 你看他，他可以损自己呢，把自己学生的威望抬上去。哎，这个都是老师的考虑呀。啊，所以，我们看师长一生的成就啊，有一个关键点。 看得懂人，师长交朋友、啊，不止交比他大的，大他一倍，大他两倍哦。啊，朱经咒老居士，那都是他当他爷爷的。哦、他择友，他择师，都是很有智慧啊。 那他也点出来，我们学习啊，还是要跟着学啊，哪怕没在身边呢、啊，这光碟在听的时候，我们就当作是跟着师长、啊，他手把手教我们，这样时空就突破了。在这个老人身边，他的经验丰富，阅历丰富，许许多多人情世故，我们根本不懂。 跟着他，就学到了啊！我们是常随众啊，他到哪里跟到哪里啊！一切应酬，我们也都在身边，都在那看到啊！我们刚刚说的，什么是真学问呢？学问之道，无他。 求其放心而已，所以真正入境界的老师啊，他随时都是用真心，他随时就是把经典表演给你看，啊，他一定是有一个态度，他不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他一定随顺圣贤、佛菩萨教诲，啊，那你就可以看到。 哎，他在应酬是怎么把经教用出来的？哎，他在应对进退是怎么把经教用出来的？这种学习的场所、学习的机会，让人长见识、长智慧。 啊，所以以前为什么千里寻师啊？啊，一个大家族要去找一位老师，很用心。哎，你找对了这个老师，你整个家族的后代就每天跟着他学了。好，我们晚年感到遗憾，老师对我们太客气了。 啊，没有严加管教啊！啊，如果严加管教，我们得的东西就更多啊！啊，对我们的责备啊，很少了。啊，所以俗话说“严师出高徒”啊，真的有道理的。 啊，那承德也有机会啊，在从事教学工作啊，也很希望啊，能够多培养年轻人。但是自己呀、啊，还没有严加管教的本钱呢。哦，所以还得要更鞭策自己啊，先调服习气呀。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，啊、哦，哎，真的自己落实的比较有基础了。那师长这句话也在提醒我们：，啊、哦，严师出高徒，啊、哦，所以万法都是因缘生，缘是条件。 我们要严格，但是也要先具备严格的本钱、严格的基础，不然我们就这样把这个道理一搬来就套了，可能会适得其反哦。啊，这个也是人情势理了。啊，知所先后，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。 而后，非诸人。好，啊，今天啊，时间已经到了，啊，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，啊，谢谢大家。